说，21号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有谁？放着贵的东西不拿，就盯着这块破玉木。庄睿，你以为你是开了挂的男主角吗？没想到吧。律师行业是个充满传奇的行当，一刀地狱，一刀天堂。我这双眼睛能够看透世间的万物。你敢？都看过了。你远比你自个儿想象的要强大，你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了。你这双眼睛确实是好的。得不到红玉簪，可惜了。那么刺激吗？您放心，我们一直很专业。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吃的苦中苦，放我有钱人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别人也需要我，我能够帮助别人。继续。